待会由我们的部落歌手张耀辉为我们带来《马兰姑娘》。那刚刚是《马当姑娘》嘛？这一首《马兰姑娘》呢？它的歌词含义，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有听过《马兰姑娘》吗？你们待会听一定有听过，它非常的熟悉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有歌词含义的。其实它这首歌是情歌，而且是很悲伤的情歌。它意思是说，请他的父母让他心爱的哥哥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你不让我们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去躺铁轨切成三段。他的歌词真的是这样子，当然不要学哦，因为他是代表强烈的爱情的意思。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讲，他说父母你一定要让我们在一起，我的心跟他的心已经绑在一起，不然我就要去躺在铁轨上面，把火车碾过做成三段这样。他歌词真的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听起来非常优美的《马兰姑娘》，我们要欢迎你的张耀辉，谢谢。表演这支舞蹈呢，它只有前面是我们的舞蹈，后
后面全部都是鼓声哦，就是这个木鼓的吉乐。那这支舞蹈呢，叫排山倒海的耀舞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阿美族是由海而生的民族，那我们都会临摹海浪的动作。那这支舞蹈就献给大家，谢谢。Hey.
谢谢。